呢？来，我妈呢？上个月，普宁警方这边联系到我，然后说我那个户口本上没有登记那个血型信息，然后让我寄一份血样过去给他们做一个登记。顺口问了我一句，你是你父母亲生的还是抱养的，你知道不？我说我妈跟我说过我是抱养的。我说那你把血样寄过来之后，我去基因对比一下，看一下还能不能找到你父母吧。我说那好。上个月月底，这个月月初那会吧，好像是那几天，也是普宁警方联系我，跟我说，找到你妈了。然后你妈还挺出名的，我那时候还以为她在忽悠我。